你好啊，猜得到我是谁吗？给你5秒钟时间想一下哦。5、4、3、2、1，我是圆圆王圆，今天给你问好哦。茫茫人海中遇见你，如同阳光照进心底，最美的时光有你相依，我心情无法言语，从未想过会遇见你，让我惊喜，让我痴迷，想起天台可笑的自己和电话那头的你，因为遇见你，我用尽力气，傻傻的我不懂得珍惜，竟然弄丢了你。因为遇见你，我学会珍惜，天台烟花还生气，我也有好久没见你。今天我想对你说声谢谢，感谢你在过去每件小事上的坚持，感谢你用自己的方式向前看，谢谢你没有妥协，没有放弃。凛冽的海风吹向你，是否被欺负受可能曾经只敢在睡觉前甜甜的遐想到未来我能成为一个创作歌手多好，你可能不会想到在你15岁生日那天把亲自写的《因为遇见你》唱给你爱的人听。就算累，你的闪电能够超越时间，时光机也不能带我到分别的那天。遇见你真好。